国民老公王思聪，万达集团的少东家，中国前首富王健林的独生子，凭着父亲给的5亿翻到60亿，可谓是青年才俊，什么都不缺。特别是有钱的王思聪出手阔绰，随便出去玩一玩都是挥挥洒洒几十万。虽为中国内地前首富王健林之子，万达集团的少东家，王思聪的微博上却新有关乎市场和生意的内容，更多的是嬉笑嘲讽，随性发言。他口无遮拦，一副我就是天王老子，我怕谁的样子，看不惯谁就要撕一波，直到对方认输不可。但是人家也是时刻关注时代的发展，正在认认真真发展自己的事业。王思聪是独生子，众所周知啊。近日有网友晒出了一组照片，图片中的一个女孩身穿白色上衣红裙子，但却长得神似王思聪。无论是侧脸还是走路的气势，特别是她与人对话的那种状态和感觉，更像是王思聪。除了性别，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网友调侃道，你们不会是姐弟吧？大千世界，撞脸成为一种时尚，真是有趣。认真一看，是不是真有点像王思聪？